今天啊，您把这大会议室腾一腾。老魏，你可说过就用两周的。行，我能力差，水平低，不干了行不行？你赶紧撤我的职。老罗啊，我不是不支持你，要注意策略，注意方式方法。你有辙你上啊。嗯，把我给撤了。怎么都跟当年的老魏似的。